水库的保安林，在面积达4700公顷，主要的目的在维护水土保持，防止泥沙流入水库，造成淤积。嘉南农田水利会说，由于林地辽阔，管理人员有限，最近常常被人盗伐，如果长此以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水利会希望有关治安机关能够协助取缔这个灌溉林群8万公顷的水库，不致被泥沙淤积，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们的生活。